我看一下。Oh my god！ 看这个是要累死累死我们投死者的那个人是不是啊？啊，我好累啊！拜托，请你停手。他说：“那你过来 ，no。” 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gman， 欢迎回来超写实战场模拟器啦。今天呢这一集。好，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之前说的这个更新哦，多了新的这个单位，就是我们这一个王朝单位。那王朝单位呢，这个我应该会拿来就是打接下来的战役关卡哦。因为呢，老头上一集哦，好像就是因为卡关卡太严重的关系，所以说呢，老头就放弃继续拍摄了哦。那多了这个王朝单位呢，我相信应该有办法破解我之前卡关的那个关卡，我觉得应该是有办法。但是呢，在打这个战役之前，我想要先把每一个王朝单位里面的每一个单位都看过一遍哦，想说看一下他们的威力到底是如何哦。像我们这个单位这一个不知道什么，这应该是武士吧，140块钱。然后呢，手上拿着一把武士刀，哎，就很单纯的这个武士这样子。那这个打起来会怎样啊？好，我看一下武士对武士好了。哦，整体看下来，哎呦，砍一下都死了。再次，这也太干脆了吧。哦，反正就是谁先砍到谁赢这样子。哈哈。啊，这是我们的武士，再来呢就是弓箭手。这弓箭手看起来就有点像花木兰，你不觉得吗？可是好奇怪，它上面为什么要放有点类似像烟筒的东西啊？这是会爆炸吗？爆炸工兵是不是爆炸工兵啊？没关系，我们旁边再放一只来看一下。哦，射下去了，他在干嘛？哦，然后就爆炸这样子哦，哇，还会跳舞哎，这样子，我们把距离拉远看一下。怎样整个状况哦？看一下，我靠，我怎么知道这只头超小颗？嘿嘿嘿，哇，看一下距离多远？哦，有中的，有中的人直接就开始被那个烟筒的那个冲击，给冲击到了。我是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就是爆炸效果，没关系，我们近距离看一下。哦。哦哟，全部都飞起来了！我靠，这家，哦，在地上的也会爆炸，是不是？而且都飞超远了，有一些被打到飞超远。你看，等一下，你看这个，哈哈哈，哈哈，等一下人直接不见嘞！看这个，好好笑哦！哇，哈哈哈 ，Oh my god！ 看这个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很棒，这个很棒，增加游戏的乐趣，干太好笑了。我喜欢这个东西，不过我们还是得继续看一下，看一下接下来的单位哦。这个是180，这个140，这个是250。Monk， 这个应该是五针的那个棍子的概念哦。这还有想到我以前玩《暗黑破坏神三》的时候刷五针的装备哦，这是五针啊，五针，我看一下五针长什么样子。五针都会有这个戴面具的这个天狗的鼻子哦，乌索普吗？骗人布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直接开始，我们看一下他怎么打。我手啊，我手啊！哎呦，直接拿那棍子面挥来挥去。我手打，我手打。哎呦，手打！哎呦哎呦哎呦，哎呦哎呦哎呦！哈哈哈哈！我操！哇啊！到底要打多久啊？这到底有没有伤害啊？我都感觉像两个人在拿棉花棒互敲的感觉。打起来呀、啊！哎呦，哎有嘞，哎，喂，到底会不会赢啊？突然有点僵掉了，你知道吗？难道说这棍子是没伤害的？不可能，敲这么久敲不死啊！我觉得这个单位的作用应该是把敌人推倒，让他暂时有活动的能力吧。对啊，完全没伤害啊。哎呦，手大！好了，你们两个可以，你们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武僧，哎，然后再来就是哦，这是印甲，
忍者，我们看一下忍者长什么样子，一大一小的眼睛，没有啊，这个是随机的，这个才是正常版的忍者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我记得这个忍者在上一集的时候，他打巨人的时候，那个飞镖真的射超快的。我们来测试一下好不好？假如说我们这边30只忍者，好，30只，然后呢，我们这边放一只那个隐藏单位的巨人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攻击下去会是如何哦。我们看他丢下那个飞镖，哎，为什么？想说刚刚怎么没有反应？发射！哇，好猛哦，好猛哦！有点猛欸，我们赢了。哇，你看这边全部都是飞镖欸，攻速超快的，攻速真的超快啊！如果这个换这个嘞，我突然想要来一个加码，全部换这个会怎样？全部换这个30只，好，30只这个爆炸弓箭，好，发射。哦，被顶住了，他没办法移动。哇，30连爆。哦，爆炸箭矢，欸，这可以防止巨人前进欸，以后有这个巨人战役用这个打应该会非常的方便哦。有没有？让我过去！完了，我觉得他要被炸死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们的巨人快要靠近了。哇，好有趣哦，我的天哪！那，啊，怎么都射不死啊？我们这个爆炸伤害有那么低吗？啊，有啦，射死了。可是忍者的伤害比较高欸，忍者大概一分钟内就解决，这个大概要花快一分钟才杀掉。哦，这是个是题外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下去哦。忍者看完了，看一下什么啊？这个是那个 dragon， 哦，火龙。为什么直接叫 dragon？ 叫龙？我们看一下龙长什么样子。哦，就看起来其实远看有点像一只狗。哦，他的这个，他这个后面这个脚应该要往上才对，往后的话感觉就像有点像这个什么讲啊，这什么哈哈狗是不是？你看，其实近看还蛮可爱的，有没有？挺可爱的，就是了。哦，结果没想到这个支撑的这四个小人居然是女性，哎，都是女性哎。OK， 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哦，一开场直接喷火了，我靠，烧成这样子，有没有用啊？他把人烧死就解决掉了，欸，是这样子吗？把人烧掉就没了，我觉得这还好欸，我觉得这还好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这个，哦，这个感觉就像是那个什么东西啊，防空炮台，然后只是上面都装一大堆箭矢，有没有？这是炮还是箭矢啊？不知道，我们试试看，先看一下的样子好了。哦，哇，这还在旁边偷看这样子，哈哈，这个应该也是一样。都在偷看，都在偷看。开始，看一下。哇，也太多了吧！这个拿来打巨人会不会很屌啊？我突然又想再玩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让我玩一下，让我玩一下。哎，发射！哎，哇，哈哈哈哈，没有用。好，哎，不是，我不要巨人。拿这个，这个不会爆炸啊。来看一下 ，fire！ 哇，好累格了，我靠，直接被扎死啊！这还有想到之前那进击的巨人在捕获尼亚的时候，有像到，有像到啊！至于多远我就不知道了，好，不管。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 Monkey King， 猴王。哦，原来居然是齐天大圣哦，猴王欸，认真看，嗯，这个有没有像猴王？我觉得普普通通啦，这有没有像猴王？哦，那尾巴长得有点奇怪，怎么那么长啊？看一下猴王怎么打。哇，哦，原来会72变，到底哪一个是真的？哇，哦，以假乱真。哎呦哎呦，那这个弄巨人呢？我们都拿巨人当例子，那巨人有点可怜。看一下，什么一直不断的制造分身，这些到底有没有真实伤害呢？不晓得。哦，管你怎么变啊，我就是看得到你啊，直接两拳就死了，可怜哦。OK，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啊王朝派系、王朝单位所有的角色。
好，王朝单位所有的角色，当然啦、啊，这个我们隐藏单位还没有完全全部介绍过，不过呢，这个可以之后再说啦。我现在想要让大家看到的是，就是有观众在影片下方留言之前的影片，说这个其实可以有合体技哦，这个可以有合体技是不是？我想一下、哦，好像是这个吧，这个是拉拉队啊。这个好像是会帮你的单位加油，然后会增加攻速和一些特殊能力吧。然后这个单位再配上像是这个双锤的这个士兵呢，好像会使出一个类似像龙卷风的一个效果。好，我们来测试一下，我们来测一下，试试看这样子好了，看一下有没有龙卷风的效果。转下去啊，嗯，还在不？啊，没有欸。还是说要两只才会有效果吗？哎、欸，没有嘞，有办法？是没有啦，但是妈的转超快，这个打气人也太好笑了吧！我看到网络上的影片呢，他好像拉拉队的这个拉拉队的人数要很多很多哎、欸。才能制造这个效果，那我们试着就是多增添一点看看好了。我看一下到底能不能产龙卷风啊？来试试看。啊，有了有了！哇，这个效果还在哦！哇，快到龙卷风都起来了。那、啊、这个也太好笑了吧？听说这个真的很强哎、欸，强到可以就是把巨人给秒掉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冲啊！哇哇塞，这个巨人，那个连旁边的人都卷起来了，这不太对劲啊！好快啊！哎、欸，我赢了、哦！哇靠，我变成旋风满嘞！哎、欸，如果这个用别的会怎样？拿用这个嘞？哇，那么快速棒锤！哇，死了！还是会死。哎呀，这个嘞，这个嘞，狂放。哦呦，哦呦，好快哦！可是，一拳就死了。这个呢，一拳就死了。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可以玩的啊？宙斯会不会疯狂放闪电？疯狂闪电。靠，还是一拳过啊！我们这个还真的是要把它放距离。我们把巨人放在远一点的地方看一下。看一下连放性，哇哇哇哇，哇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！完了，停止了，干死去！这太好笑了，然后怎么可以玩？看一堆蛇，一堆蛇跟他玩，也太快了吧！哇塞，这是可以让所有的角色的攻击间隔加快，那远距离不就超强的？你看兵攻，可不可以一直射射他死为止啊？干不行不行不行，完全没办法牵制我们的兵泰坦。哇靠，这个忍者不就超屌手里剑？都死了，不能啊，他的距离太近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怎么这个。这个没办法，哇，有这个有机会，哇，根本三连死，三连死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然后就巨人，哇，哪里过来？呀，我这何等的力量，居然会被你给解决！可是要射好久、哦，哎、欸、啊，为什么射地板呢？我要炸自己人。看好有趣哦，还有什么可以玩？哎、欸，这个，看这个开下去不就连射了吗？我累格啦，我刚差点爆，你知道吗？差点电脑爆掉。哇，这也太屌了吧！然后这直接制造龙卷风，真的超威的、欸，好有趣哦。啊，这个嘞，我看一下哦，日本武士，我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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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起来攻击。Watch out！ 呜哟！
哇！我直接粘在他身上。哇，这就有点像在玩滋壤灵敏的滋那个力，死掉了。Sakiro，Sakiro系啊，喝啊喝啊喝啊！啊，这什么啊？对，对，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？靠下去会怎样？哇！太快了，这真的太快了。我们的巨人站后面一点好了。等一下，让我看一下。 哇塞，射到我们人的地上了！哇，直接把它射死。有趣有趣。哦，还有这个隐藏的忍者啊！啊，不行，我应该要把这个给弄掉才对。这忍者大师呢，看一下攻击怎样。哇！哎<笑>、欸，完全不能动哎、欸，完全不能动哎、欸！哇，超好笑的，直接射死。 看，好好玩哦！原来打气人就是上 buff 可以这么的厉害，让所有的攻击速度真的快到一个不行啊！投石车没有看过啊！好啦，我们再一次哈，我想看投石车，我们来看一下投石车好了，然后一样是30个单位啊，不要啊，不要30个啊，这样子好不好？60个单位，然后把巨人放那里 ，OK， 巨人没变，我们看一下。 Oh my god！ 看这个是要累死我们投石者的那个人是不是啊？啊，我好累啊！拜托，请你停手！他说：“那你过来，那……我电脑要爆了，电脑要爆了，看这超多石头了。”哎，干这个行哎！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再掉下去我真的电脑要爆掉了。哦，那我们看一下弩炮车好了。 完了，我一玩就停不下来，<笑>死掉了，啊，死掉了，该快笑死！啊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，我的天啊！看打气人之旅，好有趣哦。好啦，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了哦。之后再继续接下来的打气人哦。我本来是想要打战役的，就是想说利用这个机会把战役给打完。不过这可以明天啦，好不好？我们明天，哎，不是明天，下一集。 我们下一集好了啦，反正那也不急。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打气人，打气人多少钱？打气人要多少钱？1000块而已。我跟你讲，打气人应该可以过那个关卡，我觉得可以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下一集再说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今天影片先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，记得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熊坏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超写是战场模拟器再见面了，拜拜。